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今天给胡子爸盖房第15天，锅台炕啥的，一会儿就开始弄了。胡子哥今天高兴，告诉他请大伙吃点好的，但也不知道吃啥。吃完饭开始排盘炕啊，还有那个锅台啥的，走着上现场。哎呦，今天吃这个呀？虾泡面行吗？可以。我看着虾挺大，嗯，冻的，放里面化着就行。不是行啊，整不少啊。师傅刚刚走啊，回家吃饭去了。一小时整了这么多，这不是海鲜面吗？这是正儿八经海鲜面的、海鲜红烧牛肉面。行，这全是虾的味道，这个汤里面。八包能下了吗？下不了。能？你这一锅能下了吗？能，我感觉也能。这碗太小了。这安子最爱的是，看看这成色就完了，兄弟。那扒子吃的过瘾。看这虾肉，老大了。虽然是冷冻，但是很新鲜啊。小虾的面。等你这一碗吃完，我他妈都吃完了。还正宗的，你先吃面再吃虾，要不一会儿都要吃完了面，马上没了。你看看，过瘾，知道吗？匆忙的时候，不过瘾。你先慢慢别弄吧，你慢慢过瘾哈。是为了理想，还有想要的生活。不需要快，速度要快。吃完就别休息了，直接干活吧。师傅都来了。行，就剩虾了，面没了。哎呦，师傅，今天对你口了。今天干活，我跟你说，胡子哥就为你准备的，多干点活一会儿。一会儿想跟我自己包的，让胡子哥去一边凉快去。哼，不用管。再凉快，你说的哈啊。一会儿给猫掺点啤酒啊，有大哥吃的就是你们喝的。没事。今天大梅也来了啊。也来工地了，刚从老家回来，给他放了几天假。这炕不高吗，师傅？这老头那么大年上炕都费劲儿啊！啊，真不贵啊！太高了，这比我腰都高啊！天哪！对啊，按照你那个地方来的啊？我现在按照我看的那个地方，我的妈，上炕都费劲呢，是不是？这搭炕里边特别简单，就垒几块砖哈。这个炕就能用一辈子。老式打法最结实，都好烧。那这下面都是空的吗？啥也没有吗？没有，就这样的。从这个烟囱就出去了。那是烟呢？嗯。我们那边没有炕。没有炕啊？我们那边少。山东这边炕多，就是这么个结构。干完活了，大叔。哎，盖差不多了，马上好了。要了吧？可以吧，这么大小，再垒个墙，等一下，小光多卖力干活儿，砖头不够又要了一点点，慢走师傅啊，马上我给你结账。这师傅是真牛逼啊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我操，我的大石头，我擦嘞。牛逼牛逼！上一回我说这哪吃来的吃个印子，你知道吧？哎呦我靠！黄泥快点，小工！哎呀，麦子杆是吧？放秸秆。放里边不开裂是不是？买的这个锅花了140块钱，这个锅，这个锅已经弄好了，上里边，小工可以了啊，就这样了。我们也往家走了，明天去二手市场买点家具，就不买新的。别说老马抠门，挂个大白，买个炕席，我们就直接回烟台了。明后天，感谢支持王八大人团队，拜拜，兄弟们。